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Edmund 萧家浩。咁我今日终于好开心咧，完成我第一首歌《我太安分》嘅 MV 拍摄。咁咧，首先我要多谢台前幕后嘅人啦，特别要多谢咧抽时间嚟帮我做女主角嘅 Karina， 真系好多谢佢。咁我今次拍完呢一个 MV 嘅感受咧，我觉得原来都几难嘅，因为要惨情原来唔系咁容易做，你要开心要笑好容易，嘻哈哈哈咁嘅笑到，但你要有内心嗰种唔开心嘅感觉带出嚟俾人哋观众感觉到咧，其实原来真系好难度高嘅。咁我拍摄 MV 最难忘嘅地方咧，有一次咧就系喺间屋里边，我发现我女朋友嘅手机响起，咁我要好无奈地扮接受。咁亦都有一场戏系揸电单车，咁就真系哇！我成年冇揸啦，已经。咁我要载住佢，要扮好开心，但系嗰种感觉咧系，其实系惊紧嘅。因为一路揸电单车，一路要对住佢笑啊，咁呢啲都好紧张嘅。希望你哋会中意睇我嘅新歌啦，我太安分，多谢。